我成日啲遇到啲阿姐阿叔啊，一同你 selfie 就，哎呀你真人真人，你个相机啊，好打击。所以大家唔好睇我依咁嘅样，其实我真系好靓嘅。今日呢一个行嘅路线咧，就系、是、石澳啊，算唔算啊？呢度石澳嘅鹤嘴，咁据说呢度今次个名系鹤嘴嘅鹤嘴嘅鹤嘴，系咦？你系我嘅忠实嘅观众嚟嘅，系啦，我哋孤然就发咗出咗两集，原来都有啲人睇下嘅，我发现。好啦，趁呢个机会咧，俾你推介下你嘅有痰添，推介下你嘅卖广告，嚟紧嘅台湾系咪有个演出？你会知啊？哎，我好留意你哋一举一动噶嘛。大家好，我是鸡蛋蒸肉饼，肉蛋，在那个3月31号，在台北有一个专场，河岸留言，对。来看我们演出，到时候大河岸，大河岸，对，到时候好大河岸出现。哇，你咁样卖啲咁嘅关子嘅，就唔系咯，不过一定有神明仪咯。系，我见到个嘉宾个头仲大过你哋嘅。系啦，我知道有咁嘅设计。唔系啊，我 key 埋你个头落去，你就会出现噶啦嘛。到时候出现，所以咁你 key 刘德华上去啦。得啦 ，OK 啦，好唔擅长推销啊，第系啦。突然間俾個鏡頭咁樣射住就唔識講嘢。我同你推介翻呢度啲仙氣，人再加埋阿 Sony 嘅臭味。你要介紹？Hello。好遠啊！夏子咩 master？ 好遠啊！呢個係即係就是你係咪有單正要 band 的吉他手？吉他手係擺個吉他 pose 嚟俾我哋睇。吉他 pose 就係燒人。咁我今日咧就好串啦，因為即係平時我出街就好搲嘅，咁但係咧行山反而就帶埋髮型師阿 Ben 豬，使唔使執下我個頭啊？哇！仙氣啊，仙氣！我哋嚟睇下個仙氣先。哇！大家睇下上面嘅仙氣，好靚啊！他的眼光。他的眼光是不是配錯了歌？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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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，是女鬼覓哀郎。呢條線應該會幫我攝得瘦啲，建議大家平時去行山都可以揀一頂咁樣有繩嘅帽。我想介紹翻呢位同學咧，係選擇著牛仔褲嚟行山嘅。搞到我都有啲牛底，咁我希望，因為呢條路線咧就係直入又再咁樣出翻嚟嘅，咁我希望即係唔使話回程嘅時候再撞翻你哋啦。你主要嘅目標係唔好咬柴，係咪？係，因為我要介紹翻嘅呢位同學咧係我哋上次同佢 camping 咧係本身係已經咬咗一邊腳係嘛？三。三隻腳朋友，咁特別嘅咩？一邊咬咗三隻腳噶。即係你咬完一邊，再咬另一邊，再咬翻嗰邊，跟住嗰次 camping 就再咬埋另外一邊，就等翻埋一套兩 set 咁啊，甩手粗啦。呢個係咩啊？港島式運動啊，港島式。港島式大媽運動。係咁啊。九龍式好。新加式。唔知喎，我知係咁樣嘅，幫我揸住，係咩？大家聽下，知佢埋啲點聽？真係好多誘惑噶，耶！唔出聲查。我學嘅第一句韓文係咩咧？陳志摩，我張馳，我頂你啊！手啊，唔係啊！因為你個手勢係我頂你啊！終於行到去見海嘅地方啦，但係遙望遠處係一片垃圾。
所以是很可惜的。其實你看那裡是很清的，哦，它那裡的水是很清，但是無緣無故就很多垃圾，哇，很嚴是的，即是自古都是很多垃圾的了。蛤？為什麼啊？這麼有趣，個粒位易積聚垃圾，對咯，粒位易積聚的，原來是這樣，因為它海岸不夠闊呢，原來不是它的錯。獲取海岸保護區，未經許可不准釣魚。什麼品種啊？希希不知道，我只是覺得它漂亮。我們去行山才會見到它，它很漂亮。見唔見到嗰條骨咧？在哪裡？在哪裡？紙標本十分珍貴，請勿觸摸或用作懸掛身體的支撐。多謝合作。佢真係手指。佢真係五隻嘅喎，佢有手指公。係啊，佢真係手指骨嚟嘅喎。佢係未進化曬嗰個位嚟㗎嘛？但係點解咁假咁嘅？佢睇落。但係標本嚟嘅喎。睇翻 Trail Watch 佢哋嘅資訊。鶴嘴海岸保護區有隱世天堂天涯海角美譽，也擁有本地歷史最悠久的燈塔，坐落於香港島的東南。鶴嘴也是香港唯一的海岸保護區，放置了一副鯨魚骸骨。我哋唔好阻住人影相，但喺側邊俾壓力，勁摁腳啊，睇表啊。縮肚入去，收翻個肚入去。劉德華咁喎。條頸，抬高個頭尖面。揾啱個位先。還好嘅，佢好多落就危險啲。呢位已經孤獨地看海咯，難得一身好本領。大家決定在這裡打個座，是不是覺得現在的年輕樂隊很養生呢？是啦，呼氣。我嚟啦！呢度系另一个洞，雷恩洞。哇，下雨啊！哇，呢度系直情月光宝盒嗰啲位嚟噶喎，哇，好有型喎！入去拍喎都得喎，会入会。哇，底下好多人。哇，轻轻含含。入嚟练呢个玉女剑法可以。好啦，我哋今日呢一個呼完就話，決定喺呢度告一段落，因為我哋想喺呢度遊出公海。咁有咩講啊？我有咩講？我陣間唔除衫咁就見到佢啦。好、oh, ，Let's get wet。好啦 ，Ben 哥哥跳落去先啦。啊！好啦，我哋排隊啦，下集見。